今天我们给您准备了几件，因为知道你很忙没有时间，然后准备了几件北京比较有特色的，可能你没有吃过的甜食。복숭아 Yeah, 对 You're right. 啊，这个是仙桃。这个是，我可以叫他念一个吧。这个是驴打滚。驴打滚。然后这个呢是撒琪玛，这个是枣糕。这个你能看出来吧 ？Yeah. 아니요처음봐요啊，这个是一个小鸟吧，鸭子吧，丑小鸭。미식가오야